冷靜少少先，睇一番 people 未？好，再嚟個。你要俾啲力啦，大佬。再嚟個，俾啲力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车冇油啊！你睇下，叫咗你冷静啲噶啦，而家因为你唔冷静，搞成咁啦。嗱，冷静先，而家我喺粉岭联和墟嗰边。过两条马路咧，就到 Shell 油站。咁我入到去就可以买罐油啦，系咪先？铁骑轩政治小教室，各位小朋友，今日教大家政府嘅思考逻辑。如果林郑妈妈惊人掟汽油弹，点算啊？唔俾卖汽油。咁。林鄭媽媽驚人反對政府又點算啊？拉曬佢哋，就係咁，我冇得好似以前咁喺油站買汽油啦。而議會亦會一致通過所有嘅議案。多口講多句啊！一直有幫電單車騎士發聲嘅譚文豪議員，亦都已經成為階下囚啦。祝大家好運啊！既然冇办法，唯有一家大细私坐的士翻屋企啦。翻到屋企，我已经谂好点样去拯救我部 Jazz。执好装备先，嗱，首先咧油泵啦，一把遮啦，旧车保胶袋咧就笠住旧车保嘅电池，防水嘅。我绑好个裂先。孭翻个背囊就可以出发啦。而作为一个电单车 YouTuber， 我一部充满油嘅电单车都系好正常嘅啫。拜。再同大家讲下湿地揸车，其实我好抗拒嘅，因为真系好危险。无论你手车几好啦，就算你用湿地胎，你部车有几多电控啊、ABS 等等，只要一个油渍、一个水桶或者一个缺盖，就可以令你跣低发生意外。所以湿地揸车最紧要系保持一个安全嘅车速，预留更加多嘅刹车距离。而转弯嘅时候，尽量减少车身嘅倾侧，去预留轮胎同地面有更加大嘅接触面。
慢慢咁样驶入油站。今次嘅拯救行动，首先就要喂饱我部2020 Maru， 打爆个油缸佢，咁阵间先够油咧去攻入去部 Jazz 嗰度嘅。不过呢个时候我已经全身湿晒，唉。其实自己部私家车仲喺唔喺度咧？究竟又会唔会俾人抄牌咧？喂，好在部车仲喺度。停埋一边先，将部电单车熄匙。好，背囊，攞翻啲工具出嚟先。哇！黐线，真系落好大雨。哇！啲嘢有收到咁埋嘅咩？终于拆到把遮，开个遮先，因为都惊啲水滴咗入去个油缸入边。嗱，呢边就怼入去泵油，睇先，揿个位。好，打开部车个油缸盖。够手啊！真系，好打开埋2020嘅油缸盖，怼入去呢边就插入去呢个位，好泵油，应该搞定了，自己部电单车都冇乜油啦，我会抽翻碌嘢出嚟，冚盖，好，电单车冚盖，私家车留翻10。个油泵咧，怼翻落2020度先啦。最紧要睇下部车系咪着到车先。好大雨啊！背囊劈入嚟啦，把遮劈入嚟啦。哦，最紧张一刻。哇，搞定！
今晚咧，我就要赖低部艳灵喺街边先，倒推去呢个有人拍开电单车嘅巷仔嗰度。观众们唔好闹我着住灯推部车啊！唔好意思，真系太黑啦，落太大雨。都拍入嚟，听朝先过翻嚟落车啦。成身好攰，濕曬。咁好啦，仔，聽日見啦，拜拜。其实仲有个任务要做噶，就系嗱嗱声赶去油站入翻油。我好紧张，终点在望啦，终于见到油站了。哦，停好车。普通入门，慢慢调转，搞掂，放心晒。但系个油站职员个样咁奇怪嘅。坐的士又坐得多了，大家有冇试过揸的士咧？小姐，我部车咧俾部的士 block 住咗，跟住个司机唔见咗啦，跟住外父揸佢架的士，我架车俾佢顶住咗。跟住你个样先。